我们看到这个题目，要化简，这个是得下列哪一个答案？好，那么首先，这 sin 的2π 减 theta， 那么这落在第四象限 ，sin 是负的，那么用这个形式啊，这函数不变 ，theta 填进来。好 ，sin 的 π 减 theta。这是落在第二象限 ，sin 是正的，那么使用派减 theta 这形式呢，这函数不变 ，theta 填进来，所以呢，这第一项啊是这两个相除，所以我们得到呢，第一项是负 sin theta 去除以 sin theta， 这是等于负一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二项 cotangent。这是2/3π 减 theta， 这角度啊落在第三象限 ，cotangent 是正的。那么使用啊2/3π 减 theta 的形式，那么函数啊要正余互换 ，cotangent 呢这个函数要化为 tangent 这个函数，那 theta 填进来。好 ，tangent 的 π 加 theta。这角度啊落在第三象限 ,tangent 是正的。那么使用 π 加 theta 的形式呢，这函数不变。这 theta 填进来。因此呢第二项这是 tangent theta 去除以 tangent theta。所以呢这是等于 1. 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三项 ,secant 负 theta。那么 secant 负 theta 呢，这是等于正的 secant theta。 cosecant 这是2/π 减 theta， 那么这落在第一象限 cosecant 呢是正的，那么这里使用2/π 减 theta 这个形式，那么函数啊要正余互换，所以呢 cosecant 我们要化为 secant，那 theta 填进来。因此呢第三项是 secant theta 去除以 secant theta， 所以呢这是等于1。因此呢我们带进来这个是负 1， 然后要减掉这个是 1， 然后要加上这个是 1，因此呢我们就得到负一这个答案。因此呢我们这题的答案要选 B 这个答案。